这波人他涨成这样子，那有时你看到他左手边有一些钢柱的，有没有？好、哦，那右手边这边呢？右手边这个是根据你所选择的工具不一样，它的属性是什么？看到没有？啊，也就是说，你如果你来上选择根据工具，那么它右手边就是跟选择工具有关的。好，那如果呢，我选的是正统刷，这个就是跟正统刷有关的，但是它的工具不一样。好，那我首先看一下下面这个。啊，下面这边的话，这个呢？我们这里有个浏览照片，对不对？首先你要把照片打开了，那当然我们用标准的这个可以。那其实呢，我们举一个例子，像上面这个浏览照片，因为你可以把这个去找，啊，进入资料夹，你可以直接去选择你的照片档案放在哪边。啊，比如说像我们刚刚在选择下载几个部分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经常这些的话，像我的档案的，我们这里有一个，当然你可以下载一个影像缩放的台阶的。我们确定它下面是有收集的，啊，你说那你要哪一个？那如果说你的这个不够的，比如说你看我们的上面这个，你认不认好几个吗？对不对？啊，这里我们看到这里啊，第二单，第两个，多少钱？啊，你看到这里有没有第二单？对，那这个第二单指的是电脑码的电脑码，在哪里？啊。你这边当然你说我用在中也可以啊，不过在程序比较慢嘛，我用在右上比较快。这样 OK 没问题。那么用哪一张你就把这一张贴上来，很好。好，这是第一种方法。第二种方法，如果你不喜欢用这种，也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在这边，你看到你喜欢哪一种，比如说因为很多同学你可能用档案缩小很好啊哈。你想要下降，好，那我就看到它按着 CO 在这边拉上来放。你们有没有这种方法？没有，这样不是比较容易吗？但是大家注意一下啊，你们在 CO 的时候是很多人都觉得很高，为什么？因为 CO 在这边就放开，你要就看看有没有突破的。你当它在下面的时候就能马上放开了，然后再一下。拉到这边，这个上方包层下，拉到上面来，这个滑鼠的上方，上方九号，这个打开档案的方法，你几乎所有档案都可以用，好，都可以用，所以在这里打开的，这样子没问题，没问题的话，我再来看一下大件的 GMCO 和这个台阶中间的，好，我们先看一下，请问你们先看一下是16:9还是4:3？都知道，那我问一下，取代会不会取代一张纸？这个大家知道吗？取代会不会取代一张纸？我好像没有看错人。哎，来，没有关系，来，你看，我问这个你干嘛？不用答应的。来，这一张是取代，我们大家会现在猜想的，有大概89%以上都是四十张。就是传统，这个我们在这里不一样。那我可以看另外一张，你看，他们都是你的吧？他哪一张有用的话，我告诉你，都要传啊，你就没有选错啊。你看这一张，有没有觉得好像比例不大一样？现在看一下它比例啊，有没有不一样？有没有？因为有些相机或者手机还是那个什么机子，他们在拍照是直接的选。这个都是不用选的，好，所以看你的，但是呢，好，哦，好，长度长，所以我们刚看十六米九的话怎么样？就是会比较长一点的，不然你在看那个四十间就变成电视啊，它就会比较长一点嘛。你要看传统四十张的，因为四十张比较接近的，正方形。这个十六米九的差距比较多，所以你的那个长杆的那个比例上就可以大致上看得出来。当然有的是十六米十的，我们一共有的是十六米啊，所以还是有差别。那不管怎么样，我们来看，这个是原机的内容。哎，是的。那我们先来看这个，假设这一张，我们刚刚不是有一个那个摄影作品吗？这个有没有很
你是摆中间的，有没有？对不对？那我们可不可以调整一下？可以的。你可以来这边，你看到我们在这边，影像里面我们要留下这条线，我们先摆条线的啊。那你根据长杆比较好，好，根据长杆，它这边是多少？你看这个是4:3，它里面也有很多。那顺便问大家一下啊，请问大家平常取大线，你都是哪一种取线？4:6。请问有没有发现这个人在4:5？哎，有取过分享的吗？没有啊，那一定是他错了。没有，真的有这样子是吗？你去发现很多事情，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啊？请问4:6是几比几？4:6是几比？4:3，公约数二，减掉3:2二。好，那更重要的，我跟大家讲，这边在没有基金，4:3基金当中是4:3。4:3结果取到那个3:2，基本上是什么？是16啊，对不对？所有基金你们都跟着，平常在取4:6的时候，其实上面真的会被吃掉，上下会吃掉。只是因为大家取到多少嘛，就是平均的打中间嘛，就是主板的打在正中间，所以上下会吃掉这种东西。这样的话，所以需要长期取的这个。那今天如果你要把你的社会概念完整的取出来，你说我不要切，你不要那么切，那这个时候你再说我要取4:6，因为说这家公司是合法。干，干不干？所以说，你说一二三四五干，对吧？这样的话呢，你都会想你在下面完成取出来，这样对吧？好，所以这个是如果你要拿去取下面的时候，你可以留意一下。那我现在用4:6的哈，你看吗？这一张我就把它重新做了，对吧？因为什么？刚才我们都讲过了，因为你在拍摄的对象也那个大数据在蛮高的。假设你第二次那个的话，应该这样哈。那我把这一块呢，你看了哈，我们比新增和小方格。尽量尽量自己画，有没有主角摆在左边？对吧？我这边摆在正中间吗？所以跟我们来试看看，按一下 OK。使用前，使用后，感觉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我这边看到两点在哪里？在这里，有没有看到？你可以看这边。那引入来快速键，我们一般的行业里面买的快速键，我们应该都做了。好，这一张好，这里好多张，等一下再跟各位分享几个那个比较常见的快速键，我可以稍微记一下。那这个呢，有没有简单？那么另外像这个也是一样，你看到好多是吧？好，这个能量很高，你就摆在中间。正中间的，我有一样东西把它来切一下，你看我们就把它调整一下，好没？我们把它稍微拉到比较旁边一点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的不用操心，不用钱，不用费，感觉是不太一样。所以你可以就是在刚刚拍照的时候就没有取好，没有跟左右跟调整一下，没有到效果就很不错。好，所以这两个应该大家都会有。那这个是传输，那这个你要看看脸书上还是网页上，如果不能去申请，那么比例就不是问题了。你要再看看评价没关系，所以呢，像这一张，有没有？这是原始的嘛？你在哪里？就按这个，这里有选取工具。好，你看呢，我就把我这样的，好，小朋友那边准备好了。这个时候拍在右手边，点那个条件，把它按下去吧。看到没有？可以看到了，好，安全的。那个做英文的就很简洁，所以那个英文的
你要长大的高中选择是什么？嗯，这可能是非常非常关键。所以说，如果你要决定你选哪一个范围，那万一你没有那样选呢？OK 的，怎么办？就在旁边等一下，有没有时间的？好，你跟那个同事再过来一下。那万一你觉得范围不错，但是方大小适合，但是位置不太对，你就一定要注意里面，其中有动一下。三个人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就大家要简单组合。那么，尽量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就是调整大小。调整大小之后，如果说你今天你要把这一张的大小把它调整，你可以从这里，你算里面的，算里面大小。好，你现在的形状，你看这个是圆心圆内的。还有，现在是2.6×1.2，请问这样是几百万公分？200万。好，刚好就是这个交通交通。现在上面有大差别，对不对？但是不是没有差别，是每个地方你要注意一下。这个，我们现在显示比例虽然是48%，但是我在还没有调整之前，虽然这样的大，但是它的比例是只有24%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不一样。你看一下啊，通过这一张，这个，我们现在用的是。这一张这个你看，500万像素的1.3大概多少？11.6左右。哦，其实300万像素左右大概是1.2米上下，但是呢，你看呢，我把它缩小之后，我把它定死了。我把它定死，你看一下，大概长到这边多少？我们要升级改成八分。你刚才怎么样缩小的？因为它缩小，但是它整个没缩。如果不小心，你看那种肌肉型手机的话，上脚在上面，下脚在下脚，流量在上面，那就浪费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其实缩小的，你在一个方向进展会好。但有的问题，没有好。啊？你这可以学习。我们我现在的想起来就是也是。好，那我们这边休息一下哦。